一秒两秒。我也。按了没反应。好，先不理他。我连电都还没插的。他慢慢的开哦。好的。有了，在上班。是
垃圾桶了。没有丢掉，但是我插手机插水管，那一插，那就拿去退货啊！他说怎么坏了？嗯，以时间上来讲应该还可以，但是要退就要两个小时退，而且我那个盒子也都丢了。嗯，包装的。丢啊！啊？在你家吗？还是你丢了？丢垃圾桶。你不是都会丢在门口那里吗？那门对啊。你是在我家对不对？在我家收货了，然后我叫你丢掉你就丢掉了啊，你丢。而且不，那个是寄到我家，那个寄到我家，寄到我家了。不然哈，你就再订一条来，然后他的儿子给他弄回去，然后退前面。不是，因为他寄来的时候是那种包装袋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就订一条。所以那个包装袋也那个。包装袋不用给他呀。退货用的袋子、啊。不用啦，哪有差、啊？没关系的，我觉得就算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那、啊、就有问题。因为我还，其实我觉得那是使用的问题。我一直去扭它，扭烂一条，就会的。反正长度不够啊。你平常那么奸诈的，今天居然那么客气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不是，它真的很烂哎、欸。你又熬又扭的。我没有熬。不是你，是我们。我没有。口袋放那边，一进去就是熬。一定有，真的没看到。他的硬度就是软软的。我录到了。对。犯罪证据。所以我没有要。我会这样讲，是因为我还有400块没好。那你要买线？问题是线的。要买别种的。不要买，买。我就买编织线。皮包编织的，因为编织的会湿，我觉得不行。会湿，我摔倒一个上面都是血，不行。买像我之前有一条粉红色 iPhone 那一条那一种，就是它就是编织哦，包一个塑胶片，看起来还不错啊。这么多人哗啦哗啦，这里已经这压过的，现在已经像没压过的了。没那么严重，你是说看不出还没乱，但是已经没有那个条纹了。对，你看这边肯定乱。这没压过的地方，这是边边了，中间不好压。这是透明的。到了，先去划那个啦。有啊，上面还有些条纹，珍惜它，划个两下就没了。先划一下热身，然后彼此都不划。要划有太阳晒的地方。我昨天晚上有在想，就是说。我们要滑右半段，因为右半段很长一段，一直到这里为止，中间都看得到的。左边那一段，它有一段都会看不到的。所以要录的话，就是从最顶端到阴影那一块录一次，然后下半部再一次。好、哦，就这么平，没什么好录的、啊。有啦，这里你这里还有一段比较斜的，下面比较平。
后面不能，感觉不用中层吧，咳嗽。你有穿中层？但没有啊，我都怕热，我可能穿中层。我不要再咳了，咳那么可怕，烦。一下。右脚应该可以完蛋了，他出一个声音，好害怕啊！我今天就只绑这一次鞋子了，我脚绝对不松开。嗯哼，对。因为它不能掰太多次，今天天气很好，不会太冷，感觉不用穿中层了。好，就这样。他们到了。他们正在换票，他们搭到临时店，了不起，因为人多啊，会开很多临时店。那他是希望他回家的车也开多一点。我们要去搭港口了，了不起。那周少宇应该今天会跟着我了吧？这个滑下来没问题啊，看得清清楚楚啊。嗯、那天简直像瞎子在滑、欸，真有够可怕的，我滑半天。而且会不会它中间没压选？不过我到树附近很痛苦，很难滑。这边有压，但是又半步树附近，不是树附近没有压，树附近。对啊，树附近没有。所以我就说，会不会昨天那也是树附近没有压，所以我就觉得很难滑过去。
上都是热身啊。所以没有要录啊？对啊，热身不用了。第二趟开始，我一边录一个，然后在第三趟再各录另外一遍，然后就三趟，然后就上去了。统一讲滑行方向好不好？滑行方向，那是右边比较舒服。对，我们讲滑行的方向，坐缆车的方向，这样会逻辑不一致，好吧？一律讲滑行方向。然后就开始有人用那种磕的，那种 carving。今天有点硬的，我姐会又会怕。不会啊，有点硬啊。今天的那个硬是这个的硬啊。你说刚被压过的硬吗？对啊。钢压过有那么硬吗？钢压过有那么硬吗？钢压过普通普通，还有就是阴影。主要你觉得有颗粒感，是因为被别人滑过，然后右边的滑过的比较多，左边滑过的比较少。就在左边。就现在就这样讲。这个中间应该就有会算难度比较高吗？你觉得嘞？这个中间松雪啊。对啊。被晒得很想睡觉。走半边了。一个石头。睡到眼睛睁不开，我就会很想睡觉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等一下上去。走走，然后差不多快到石头的地方，这是录第一段。我觉得看不到，我觉得看不到，看得到了。一定看得到、啊。这右边的话有线，有两段线。左边的话从下面到上面都看得到。对，要滑的右边是不是？
对对对对对，大概到石头应该是看不到。我这边你看前面看不到啊，所以你说石头要录全部我几个头啊，我最好是看得到。再前进一点啊，反正他也只能那条线那边啊，嗯，大概上跟柱子这边看得到而已。嗯，这样我们这一段分三段，好，三段还是直路石头这边。就两根柱子的距离啊，上面是比较陡一些些的，然后下面是缓一些些的。哦，两段都录录录录录录，可以录。你给我滑慢一点，嗯，不然两秒就到了，那我要录什么？你要开始录以后才挥手，我都不怕浪费记忆体的，就先录啊。我会录啊。对啊，我后来大概在这根柱子吧，大概这根柱子就看不到了。嗯，这个柱子可以。在睡觉，这中间怎么有人在那边走走走的那种样子？嗯，而且他踩着，他不像是人类，他脚步很大、欸。对啊，他是跑步吗？他脚步很大，他是跑步吗？不知道。但是我觉得他是往下走，往下跑步。有必要用跑的吗？有那么急吗？这样子的话，脚比较不费力啊。不过现在山上的那段状况如何？山上那段就顺顺滑。是吗？之前都是大馒头，我们第一天刚来好像下不太好。上去的话，为什么我眼镜湿的？什么叫眼镜？滴水啊，上面滴水滴下来，就摸一摸就好了，不要慌张。那我会看不清楚。嗯。啊，掉了，怎么掉了？嗯，看上面啊，看上面。不过如果这时候突然发生地震，那我们就因此而摔下椅子，你会怪我，所以我不喜欢框。那这会不会怎样？就不喜欢框。我已经在想说，那个鞋子哈，我的鞋子很好穿，大，现在已经穿起来变大。你说它坏掉，我怕它再掰就断。你说得买副新的了？不是，因为我看怎么在修雪鞋的啊，不知道修理要多少钱。我猜很少。有吧？就撞歪了，而且怎么会撞到那啊？脱板以后跟地面摩擦。不知道怎么弄的，我只是昨天脱鞋，我几乎不脱鞋子的、嗯，我也没有在休息的时候松开，所以我一天只穿一次，所以应该是昨天弄坏的、嗯。我昨天有摔倒一下，可能是摔倒那一下。往左侧吗？就是为了听你的广播的时候不专心摔的那一下，是侧倒的，所以可能是那时候撞到了。嗯。哦，为了你那一下广播摔一下，又鞋子坏掉，你要买鞋子给我吗？我看到没有赚钱。好，右边下，然后到这边到左边。啊？那为什么不从左边下就好了？好，也可以。左边下。你不要再踹我一脚了，拜托。你往左边，我也往左边，然后你要。我就不会动啊！我不会动，我会直直的出去。我会想你还要踢一脚，就把我踹倒了，还不承认。我先录你啊 ，OK 啊。嗯，我去了。一直去吗？这里好像比较陡哎、欸。是啊。那你从这边下啊。Thank you.
停啊！你为什么滑离我好远的地方哦？为什么不滑这边一点啊？好，不会啊，你滑太远了。录三段，因为我觉得我这里再下去我就看不到你了，要录就录三段好吗？看不到，你的正左边。我在这下去，这里下去，我这里下去。这讲话的时候是那里。这里下去，我在橘色那个网子那边录啦，应该就都看得好。我去。刚这个坡，这中间有条线，它是一样高度的那一个 slow， 那边从上面直接看得到那里，所以我是说第二段我们可以录那一边。不用啦，我下去，我下去橘色网子那边。你是故意滑这样吗？没有啊，大的滑一滑，接着滑小的。哦。
这边比较清楚，这边是最清楚的。前面两，我中间第二段不用录了，太缓了，我没什么好录的。缓的也有缓的技术。没有，是看路也看不到什么东西。看不到。我先去门口那里。他是刚说 Stanley 脚会痛啊，我早上问他说脚有点痛哎、欸。就分两条路线啊，一个红一个绿，一个黄山道 一个那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听一下他说什么。我有听到、啊。他说什么 ？Stanley 是说他脚痛。对，脚痛，就是妈妈跟 Stanley 绿线黄山道组 ，Barry 跟斑斑红线这里组，就这样。哇，好可怜哦。我们上到缆车站上面了，然后。Barry 跟斑斑要去划红线，我跟 Stanley 要先去林间小道，因为 Stanley 说他今天有点脚痛。好可怜哦，左脚。身高啊。嗯。越高越难骑、啊。什么越难骑？斜板啊。没有啦，是因为摔倒啦。对啊，就越高越难骑，他长比较高，他摔倒倒霉啊。哎，那我应该说，我们两个这一趟红的滑完，要去上面探探路。对对对，再跟他们讲一下。嗯，也不用探路啊，去上面开始滑一次副品旁边。我们两个已经滑两次红色，我们要滑第三次红，我们就要上去上面的缆车去看看喽。你们先在下面玩玩吧。哎，那下一趟的录影在那个红。红网旁边，我们可以到旁边那一边吗？还是我们这第三趟的第三段要录在这一边？这边很缓，这边片会比较好看。哦，那我会看距离，我会留一段高度，让我们可以滑去右边缆车，不然累死。你说中间跳过就是？中间不需要。啊。太平了，其实我也看不太到，只能我是觉得在我比较喜欢看板子，然后其实我看不太到你的板子，你看不到板子、啊，太平，我是看 pose 啊，板子我们已经快超越板子的问题了，接下来是身体的问题。啊、哦，好可怜的史丹利。我觉得我第一段大概可以到这个柱子，这一个。这个柱子，而且接近中间。然后你的出发点，你可以靠左边，左边往这边。我是为了要左右平均，所以我一路直直下到那边之后才发现。然后我强调左右平均，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右边比较弱，我想要左右边颗粒这样。摸地板，摸地板。我想看他们背着的时候的样子。对，背着。就是，偷赛的时候的滑行的姿势。哦。我比较好奇偷赛的姿势。对啊，所以你看他们在那里耍帅，其实几乎就是在练加刹车。好可怕啊、哦！这是背后的 hockey stop 练习。搞不好这样练比较好啊。要死了，比背后总比背后的披萨好吧，因为他可以一直看到后面，最好戴照后镜。
这样子，然后这是车 Elsa， Elsa 他也没有挺成那样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也没有挺成那样啊。有啦，肚子有凸出来一点。哦，你在研究斜板的 pose？ 对啊。因为我觉得老师教的姿势好丑，他可能他一定是夸张，但是就觉得实在也太丑了吧？没有，他是做给你夸张，但是心里面想的跟身体做的，身体做的只有心里面想的20%不到，就是没有挺出来。对对对，是等到练熟了以后，那个时候才，而且也看得出自己的 pose 的时候才。偷赛，我要看偷赛，给我看偷赛，你不要摸纸板啊！摸纸板，我看不出来。很凶斗狠。我要看 S turn S turn， show me the S turn。 哎，我看到小班了。嗯，他吓他吓他的，但他就是落叶飘下，没有练 S。 没有啊，他偶尔直偶尔飘啊。你看他，你看他左下飘还是右下飘来的多？他这个 hello， 哎。后面那个是 Stanley， 因为他们下这边吧，他还是过来了。对啊 ，Baby， Baby， Hello， Baby， Hello， 很痛吗？有一点痛是不是？那你要小心保护哦。我先下去。你在上面靠左边，站那个人的位置。哦 ，OK， 绿帽子的人吗？绿帽子、哦。尽量靠那个边边，这样，然后朝我那个过来。我刚就跟你讲，你站太左边了，我其实觉得你一样很远。你自己站到那边看，那边比较没有那条线。什么线？三里。有。我回答啊，正在滑、啊，他说左脚一点点痛而已。哎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自己走了，谢谢。
对啊，我知道，我在等你啊。专心，不专心就鞋子弄坏了。再开一下，请勿使用手机观赏。Hello。好险哦！干嘛？差一点就没力，滑到这了。差一点没力。对啊。就是我留的高度，幸好还够用。觉得一步快不了的样子。有点想尿尿，好，让你去尿，让你去尿，反正都要走路了，大家都走。我去八方池尿，放哪里？上面啊？对，第一次就坐到最上面，他尿之后再下滑下。他厕所比较烂。他厕所比较烂哦。你 sure？ 那就去啊，反正大家都要走路了。好啊好，我还是去那个尿好了。哎，马上上去。你很怪妹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只是双手卡在上面而已。然后来到谁啊？哦，他跟我们挥手。谁啊？谁啊 ？Stanley 吧 ？Barry 吗 ？Stanley。对啊 ，Barry 不是在前面的吗？对啊 ，Stanley 一定会跟我打招呼，根本不会管我的。你姐也过来了。对啊，这里多舒服啊！好啦，那就怪东怪西，就怪那天太冷。他就在后座啊。没关系啊，让他慢慢滑。他说：“不要在后座了。”啊，你当初还不是这样？我知道啊。时间的啦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Angie， 不要在后座了，屁股挺起来，挺起来，挺起来，好像有回音哦。是啊，是回音啊。下面就好一点。你好错。哎，要有个教练去虐他一下才行。就如果是教练的带法，三天，第二天一定要带去那种地方吓吓他，让他在高的地方。
那个，然后平的地方就 OK。今天怎么没有音乐？那很好啊。你说怕影片被遮蔽？这样。那你如果可以把那边静音啊，静音又很怪，是不是？那我一个片不知道花多久来修。哦。我其实只有把它粘起来 ，GPS 弄上去，我就开始 run 了。小学学。哦，这几天 work from home 的唯一缺点就是我都在耗家里的电。我就是问你 work from home， 你到底要在你家 home 还是我家 home？我的话是在我家舒服啊。是哦，那你不跟我吃饭啊？我们这边移来移去。你不跟我吃饭啊？要啊，所以说我们要在那边移来移去。所以我每天都要骑车上班，想到就会准。你就也搞个那个吧。老板不肯啊，老板跟我说，哦、就你100%就是没有，你就是。老板说消耗口罩、就是，叫我戴口罩就好了。啊，我也不会天天换啊。哦，好，那很好。给他们做足面子，这样。对啊，我不今天换，两三天换一个就可以了吧？尽量少讲话，不要喷口水。你那个工作怎么可能少讲话？会闷死自己。我们那个人太多了，真的有一个重实在是吓死人了，一层就100多个，就不用上班了。嗯，而且那个接触者。有啊，他现在就是台美跟南港，啊、就说互相不要、不得不要往来，那公交车直接吵吵老死不讲，没有公交车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，很奇怪。那干嘛提供啊？开啊，那干嘛提供啊？对啊，你要大家不要接触啊，不就不要开车的？对啊，还有啊，礼貌开会啊，还是公文的交换，一定要开。电流极其棒，还是撞到了，真弱。看我可以多细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还是。这样我会劝我姐他们早一点休息好了，今天，因为我觉得这实在能量比较硬撑。我怕他说就是更严重，可以。已经达到了这里嫌慢的地步，是要怎样？啊，就嫌这里太慢了。你嫌慢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你的大脑可以多做很多事情。不行啊，我听到你广播我就摔倒了。我说的多做很多事情，那我弄坏一双鞋。那你试着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本来转的那一瞬间，你现在都不会怕了。接着转的那一瞬间，接着有平一段时间。我觉得他应该可以稍微修一下，因为那天那个铝棒是我整个掰过去，就是说他凹成这样，我把它掰回来。其实他只要凹过一点点就不行了。但是这个应该是说缓缓的敲一点，敲一点，敲一点。不，他往一边一点的话，就有一些裂痕，是这个方向。嗯。然后你再回去达到平的状态下，那还。然后平的状态下，我觉得我只需要再一点点，另外一边可能就有裂缝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金属的问题。然后他们承受的是拉力，然后你要是两边都有裂缝的话，还是说我现在不要动它是最好的，弄到它断为止。嗯。而且我问你是第几段？第二段啊，很重要的第二段啊，是这一段第二段，从上面算下来第二段，那段不是很重要啊？嗯。如果是脚的前面的应该还好，因为它有两个。啊，尿尿时间。我猜到了几秒。嗯，我担心当初担心的是觉得这个塑胶掰的会断，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这双。结果也不是塑胶的东西坏掉，是铁的东西坏掉。我觉得搞不好塑胶比较耐。屁啦！真的。塑胶不像铝那种，歪一边就有裂痕。它断了就断了、啊，没有裂痕这件事啊，下来就断了、啊。是这样吗？是啊。你不要踹我。对，你又开始踹人了。
费力气。哎，不用啊，我们就爬上去放在这里就好了。好，爬到这边。对啊。两脚都尖的，我只能一脚尖一脚平。我们要坐那个车啊，所以就我要坐的是左边还是右边？右边啊，坐右边啊。对啊，坐左边才是连续一直往最上面，还是？哦，我不知道哎。右边之前没有开的，我不知道。右边也 OK 了，我不知道你要哪台。哎呦喂，好深哦！我卡住。超深的哎。对啊，旁边都松起。好，可以。你也要上吗？就去啊，要同步啊。不是，还要再上一点，上半层吧，还是什么？这一层不知道怎么样。要上半层，我要哪一张？我一定要去哪一张地图？你说的。我要哪一张地图？你上完帮我拿好不好？你干嘛不用手套摸啊？我会先洗手再尿尿吗？那就先洗啊。